豆豆黄鼠狼吧，我起来都去了。豆豆吧，他又出来了，夹掉一桌子猫，夹掉一桌子猫。嗯，他那不是把俺翻那个大棍上了吗？嗯，我让他搁溜了，哎，他找不着这个夹子了，到那一看，拉的车钻的车窝底下了，俩小棍儿给要手指都认上了，缠到这上了，正跑了，正跑了。就夹子没夹着他吗？夹着了，夹着他不是更正的吗？正跑，知不知道啥？我夹了一夜了，你坐掉一桌子红毛。我夹着夹着又搁那了，那他不会来了。我说他再弄那不了，我就那不了搁一个，你说你再来。搁那那还有嘞，搁那那还有嘞。啊，想半天能谁起来弄那的？这不知道啥时候弄那里。你跑了搁那，我天，没起来我啥没弄，我都跑那干啥？找不着架子，一看那咋那个椰子底啊？咋那椰子底啊？一桌子毛在这儿。我看看。你看他带着呢，我毛要弄掉了，我就直接就搁那。待两天不来，咱又逗住了又，家里走走嘛。生断了不？哪有毛？那既然还没加点是吧，加点装的帽吧。那昨天晚上蹦吧，听见叫吗？鸡叫吗？没听见鸡叫的。这两天不来了，该老实了。鸡也没听了，没听见，不也逗着我跑了个这样吧。他就连那个夹子都拉到椰子底下了，你们看脚底一堆椰子，我看我拉到椰子底下了，我捞出来的叫那个哪，捞出来一看，这上一桌子毛，啥也没啥了，跑吧，知不得啥夹子，我听到也是半夜，半夜又去了，嗯，晚上我来叫咱的狗撒了一边，咱的狗都撵鸡，你都撒了一夜没人，管可爱撵鸡了，管他也吃的管你，花狗，我这都是那花狗。都能好好年纪我都不相信、那早上杀了没人，他家叫几年的飞多远，这个在这个头，你叫杀了可能能那样，可能圆着他，他穿一边跟他不一样的，一看一样的。好了，他说警了，现在不敢来了。我那个狗看羊了呀，啊，这个狗在这看羊嘞，这羊圈，那羊圈有俩小狗，这小狗太小了，它根本都不害怕的，放俩小狗，放鹅啊，鹅跟鸡是在一块儿嘞，鸡窝这边，鹅窝这边，所以说不管户这俩，这鹅大啊，它不敢对鹅的它。妈，这鸡喂吗？鹅，人没肥吗？你打开我给它弄点肥不嘞？拿吧，它喝。果果。那多弄点肥，你做不完那盆，你都搁到哪？俩盆里。嗯，那盆成身子的。好的盆子，那盆成身子的，我给它和着。啥盆？这盆吗？看一下喂咋样，鸡狗鹅全乎的很，解渴了，这解渴了，
那咽哪嘞？那活着伸腿吃，伸腿吃。那暖着吃吗？那稀了不喝，你咋弄的？那都吃这样的。嗯，撑死了。稀了这都不喝。到这边溜边。这个边。留点喂鸡是吧？妈妈给留点喂鸡搁这，快搁这吧，留点喂鸡。下掉一层毛没兜住，我给它吞了，慢一点。嗯，下一层毛没兜住，还搁在那。它不敢来了，老热了。下掉一层毛，反正下掉一层毛，啥我夹住的不知道。那我记得起来那不噎了吗？人家夹子都拉那个药叶子来了，一不有劲儿了。那嘴那个叶子那个墙根，我为了夹子呢，一看，我叫他拽过来叫夹子，你拽出来一看跑完了。那还有劲儿，那不知道挣扎啥时候跑走跑的。等两天不来了，今晚来的老实了，还搁在那，总比没有强。在那夹老鼠的可管？不管。老鼠的管。不管，它那个性质不一样。夹老鼠的是要吃老鼠吃东西，它碰那个机关。对那边，不然它钻都出不来。只有用这种的。来尝，这是夹。